我们了解真相，你就没有恨，哎呀，只有感恩，只有慈悲啊。所以各位，虽然现在你没有神通啊，看不见，但是你相信就好了，相信啊。佛讲的，众生都对我有恩，众生都对我父母，不能恨众生，不能骂众生，不能对众生起欲望。哪一天你抱了老半天啊，原来我抱一辈子在睡觉的是我妈，本来就是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是真相，100%的真相啊。所以，但是你还用妈妈的态度在对你儿子，所以你老公很委屈，哦，骂的我老婆把我骂到天亮，我也不敢顶他，了解吗？他只好在外面去搞搞外遇，啊。那是因为偶尔你扮演妈妈，偶尔你又用妈妈的态度、太太的态度，所以因为人有这个业习，业习啊，过去的业力烦恼。但是如果你了解啊，你升起惭愧心啊，那这个世界因为就这样就一直在轮啊，轮回不已。所以佛陀就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情欲要转为悲心呢？你不能一直定在这个情欲这边，爱恨爱恨，不甘愿，老公对我不好，老婆对我不好，儿女对我不孝顺，你所被人家对待你的，都是你过去对待别人的因缘在显现而已。你要绝对的相信因果，所以各位要以平静心来接受所有变化。你讲诸行无常，你要了解这个啊。所以无常就是生生灭灭变化，你不要随着闻机起舞，生灭灭以即灭为乐，保持平静，而由平静而对对方的生灭产生悲心，这个就是大乘佛教啊。万法都是因缘所生法，都无自性的，都是如幻如化的，它只是一个业报的显现。人也一样，人也是个业报体，那最多给你活个120岁不错了，对不对？在这个过程里面，最后还是融入地水火风，然后你的意识，然后再继续投胎，这样而已。所以它都是五蕴皆空的，但是你执着这个我啊、你啊、对啊、错啊，这就是最大的痛苦。就像有时候我经常说，一个女人爱上男人的时候，他们约会在某一个地方，几千人走来打去，她都不爱，她都看了掉眼泪，为什么我男朋友还没来？这些都不是人，这样。事实上你眼睛看得到的都做过你父母兄弟姐妹，不然他不会走到面前给你看一下，笑你一下，也看你一下。但是如果你了解了，那放下执着，眼前所看到的才是我应该要关心跟祝福的。所以讲到这边，我要交代各位，来永远祝福对方。记住，这个小偷来你家偷了50000块，祝福他不要跑，不要跌倒啊，不要给警察抓到哈！啊，用了我的钱以后啊，他就会开悟了，因为我这个钱有加持的，对不对？他会更信因果。这个就是佛法，永远祝福对方，千万永不要去批评对立。所以讲空就是没有对立，合为一体，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所以关心你就是关心我自己。骂你也是骂我自己，这个缘起法各位了解，所以我们要念下来：善待世界，善待众生啊！不论生病来啦、风来啦、水来啦，我们都好高兴，了解吗？火来了，哇，正好消业障啊！过去我放火烧了什么，现在这个火把我消消业了啊！这个身体没有了，我有一个新的生命了，所以。我想今天你欠人家10万块，人家来跟你要债，哎呀，对不起对不起，都忘了这个事情，对不对？10万，再给你5万，再给你5万，谢谢你。所以你把银行贷款还完了，快不快乐？快乐啊啊！所以不怕有恶业来，这个业就是我们提早知道，提早消业。所以各位，你要每天都要忏悔啊！我发现现在的人太少在忏悔，要等到业报来再忏悔，慢了慢了慢了啊。所以最近有个女居士前年跟我说她右脚开刀，这两天跟我说她要左脚开刀，我早就跟她说了，我可以你可以不用开的，脾气改一下，不要再骂老公了啊，赶快超度一下堕胎胎儿，我老半天胎儿也没超度，老佛教徒了为什么超度不了？
因为心不满，批评对立，你根本没有那个德那个心去超度一个小小的堕胎胎儿，我一只动物你都超度不了。所以如果你真的 要超度你的冤亲债主，你要跪下来，至少在那一刻你很忏悔，然后表达对他的爱，然后呢真诚的为他念几句阿弥陀佛，就那一刻就感动他。阿弥陀佛也是啊，要你一个念头乃至十个念头对我阿弥陀佛有信乃至有愿乃至有行，他就拉你去净土，对不对？在你百千万个念头里面，终于有一两个念头阿弥陀佛就借这个把你拉走。阿弥陀佛这么慈悲，他知道是如此。所以同样呢，我想各位念念成佛，所以我们念念不离佛法。那在这个世间变化无常，你最容易保持正念。如果这个世间都是顺境啊，那你就没有那种离苦的观念，你也没有悲心的观念。所以为什么人间比天上好修？天上没有逆境啊，天人有感情，但是是个稳定的感情，但是人间有变化的感情，痛苦的感情，所以我们才可以透过这个痛苦的感情来知道自己的苦，更能够了解别人的苦。因为有自己的苦，你才会升起一个出离心、惭愧心；有别人的苦，你才会升起一个悲心，甚至愿为他而成佛的菩提心。所以为什么叫人与天人殊胜？人有三种殊胜超过于天人。人有智慧的殊胜，有慈悲的殊胜，有愿力的殊胜，天人没有这个。我们叫知情意，人有知识，有感情，有意念，那可以把这东西，但是天人不需要。请问天人还要去上佛学院吗？所以天人他们每天就是在享受欲界天的快乐，或是色界天的快乐，他不需要去读书，对不对？他没有感情上的追求的痛苦，随着他的业报，他有多少的感情快乐的生活，他想的是如何去享受，所以他没有意志力说我要救苦救难，我要办老人院。请问天人有老人院啊？天人福报那么大，他也不会到人间来办老人院。以天人的福报，在人间要变出几个老人院很容易啊。但是呢，如果一个天人舍弃他天人的福报，愿意趁愿台投胎做人，他就有那个福报办几百个老人院，因为他福报还在。问题是他不愿意放下。所以我想，那我们投胎做人那是很殊胜的，所以各位就不要让自己有负面的心态跑出来，千万不要有。你这里面有一点骄傲，你都会障碍到你的智慧。你喜欢指挥别人啊，我是会长，我是要做头，往往你去指挥别人没智慧，还会干扰别人，没效率。所以为什么一个人他的能力这么强，一个会弄头发的人，一个会画画的人，一比就很漂亮，怎么看他就会看到最美的。有些人都吐鬼缸嘛，吐骨啊，会唱歌的一开口，哟，声音好迷人了，第一句就好迷人了。所以那各位要了解，这个是累积修行来的智慧方便，但是你切不要去强迫自己要去得到别人肯定，那没有用。我掩饰自己的缺点，我们要从因下手，而不要追求果。佛教徒就了解这个道理，我要从这个因。我现在声音不好，那我发愿从今以后不骂人，不指挥别人，不背后批评，多赞叹别人，多讲别人的优点，你就声音开始在改变了。多参加念佛诵经，多帮助。所以我这辈子都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在任何地方飞机上，我就我都一直念，我很少停的。因为看到什么现象我就念什么。那个要发财，怎么了？怎么真说话这样。这个要漂亮，然后妙色生如来。哇，这些干太多人了。每一部飞机都要念念，每一部飞机都不要掉下去，每一部车都不要车祸，每一个人都不要生病。所以来什么你就相应什么心态对待它。简单的说，来什么就现出什么佛，了解吗？为什么佛有千百亿变化，地藏菩萨百千亿化身？因为悲愿是一样的，但是随顺对方而普门示现。那就是说你要为他念什么，你升起什么样的念头来祝福对方，但是千万不要去抵触对方，控制对方，
啊管理对方。佛教是用德，用这个德，这个自然的智慧，让别人自动皈依你。千万不要说我要去显现我有能力，显现我是第一名，显现我是管理者。啊，那这个世间不一样，世间每个人都要争啊，打肿脸充棒子，对不对？贷款要做老板，秃头也可以戴假发，啊，所以每个人都要显现他的身材啊、地位啊，如何如何啊，这个就是一种不该有的心态，没有那个福报，人家立直天生不用化妆啊，啊，所以那各位你要想，那你要得到这个，你就基因就好了。但是就算你现在福报很大很漂亮很有钱，千万不要让别人知道，如果你让别人知道非常损福报，这点记住哦，非常损福报。这个福报要回向众生，回向净土，结果你现在把它用完了，我这个手漂亮我就穿露手了，我这个背漂亮就露背了，我的腿长就穿热裤一点，我的腰细我就紧一点，我钱多一点就房子买大，这个很可怜，福报一下就损光了。再来就是痛苦，显腰的人腰痛，显头的头痛。啊，为什么？因为你在表现你的身材的时候，都在让别人起分别心，那不是在造业吗？啊，所以为什么八关斋戒保持一个清净的念头、悲心的念头，世界因为我们而改变。啊，八关斋戒者，世间菩萨、世间莲花。那各位不是光今天，我们是说佛陀是希望用八关斋戒各位的找到这种生活模式去日常生活，但是知道日常生活又偶尔会退转，所以呢六天叫我们守一次这样。六天七天就守一次，赶快又恢复，一直恢复，恢复到你永远都安住，由六天变十天，由十天变成天天，都保持在一种清净平等慈悲包容的状态，这个叫一心念佛。所以千万不要告诉你告诉别人说你是哪一个宗派的，那个没有用，人家知道你的心在想什么就好了，你的行为态度是什么。我是密宗长得什么样啊，我是华严宗，华严经长得什么样的，都这个都不需要啊。如果你要去显现说我是哪一派的，我是南传佛教，这些东西只是它的文化而已，佛法是平等，没有分别的，佛法是一乘法，没有分别的。佛法就是要让众生找到佛性成佛的，只是因为众生的根器所求不一样，有些求人天福报，有些求解脱，对不对？那各自他用他喜欢的法，但是佛陀最后就是希望他们都成佛这样。然后了解如此，所以各位要多看佛经。那知道用佛的思想态度来引导自己的心，有透过自己的心表现出你的眼神、声音、威仪、外表、做事的态度，这才叫佛法。所以各位会看得到我一直在指挥义工啊，是不是？因为必须让他们知道佛法是用来产生效率的，不是做好看的。既然你要来这边做义工，那你要用佛法用在你的行为工作上，包括我们出家人唱诵敲法器，这个都跟佛法有关系。你没有修，你不到那个阶段，你永远唱出来没有那个感觉啊，写的字没那个感觉。所以我师父说，你写四个字阿弥陀佛就知道你会不会去净土。老和尚更厉害，有没有去净土你写四个字他就知道啊。那这个佛法并不是你装得出来的东西，你可能大多数人被你骗一骗，所以有智慧的人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是不是守戒者，是不是有修行者。所以不要活在人间啊，各位要跟活在诸佛菩萨的心啊，我要让诸佛菩萨看到我，要让天人护持我，因为我保持在这种正念正行啊。所以千万不要在人比人狼比狼气心狼，好像大家都在争这个世界啊，所以这个就意义不大。台湾你把地球打开，台湾不是小小小小一块，你就变个变细去地温刀诶，温刀几百家又怎么样啊？